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川哥，今天很高兴咯，大家高不高兴？前段时间我给家里面装了新空调，发了一万四，发了个视频，粉丝朋友们都听川哥很高兴，支持川哥，我在评论区都看到了，谢谢大家。其中有一条评论，夏季开空调开窗的时间少了，352呢送你一台空气净化器，下午的时候啊就收到352的私信，川哥这边来给你净化器了，大家把老板打起打在屏幕上面。当时我看到私信呢，一口拒绝了，因为一台净化器不便宜哦。对方啊非要坚持送，他说我在评论区里给你承诺了的，现在净化器到了，我下面去取快一点，川哥跟我一起去。一个大人来帮动嘛，走啊走啊。哎呀，两个人一路去抬哟，我去，站起来站起来。就是这个，好嘛，好的喂。你可能抱得起。你这里等一下，我去那个西瓜盆。压得宽了。哥们儿，这西瓜多少钱斤呢？2块。2块钱斤呢？哇，挑个大的。包熟不？包熟 ，OK。包熟包开包甜哈，对，挑一个大一点的，挑个更大的，更大的，哎，那一个可能好，那你看那个，刚说的那个包是进口的，40斤半，29块钱，好，谢谢哈，我先吃的又来，好吃，又甜的，好，可以。现在搬回来拆这个看看，当当当当，好漂亮个，大家看漂不漂亮，我来看一下说明，这款是352360空气净化器，加减可以去除房间的异味、细菌、粉尘这些，还可以净化空气哦，安逸哦。这边买的新空调，家里面的电器越来越多了哦，高兴咯，大家高不高兴？西瓜买了还没吃，我现在就把切了。大家看，一锤西瓜，差的15斤，29块钱，安逸哦。现在把切来吃了。哇，炸开了！哎呀，好脆呀、啊，好吃！来，请大家吃西瓜哟，喜欢吃西瓜的扣个一。好甜。嗯，又红又甜的玉锤西瓜。像个猪一样，咪咪都不吐。安逸啊，我这房子买了30元了，当时在外面打工几十元，所有的积蓄就砸进去了，精装好总共花了50万了，主要是当时考虑到儿子长大了在城里面好找工作，带女朋友回来嘛，所以买了下了这个房子，现在家电也装齐了，还是高兴了。这次拍视频呢，还是要谢谢大家，谢谢朋友们在评论区里面给川哥支持，我看到了都很高兴，谢谢大家哟。川哥吃西瓜很厉害哟，一个夏天可以吃50个西瓜，大家点赞越多，川哥吃西瓜就越厉害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录在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，拜拜了。